我这个界面能看到对面四个台，他们属于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着急了。待会儿我们可以先商量一下，待会儿把他哪两个搬掉，看台员要不搬了，击球手要不搬了，这两个 S 牌就给他搬掉。这两个你们船长小丑，还是说留一手给他们点机会？我船长都不怕，你们搬门。来吧，我哪个都不怕，你都不怕，那我也都不怕了。好，要的就是走，那咱们就不搬。OK， 待会儿搬他的什么救人位什么的，对吧？黄衣啊，阿星的厂长啊，都是要搬救人位的。哦，大副搬了，好样的。大副对大副可以搬掉。阿星牛逼，随便吹，等一下打输了给我报销啊。哎，好好好，不是真的呀，我厂长怕啥击球？他们还是想得很通透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记录员抓勘探，他不知道是，因为我打记录员比较少，他就是成为一个传统的比赛里面，之前也是这样子的，就记录员抓勘探，就感觉记录员的那个拐杖好像对勘探有吸引力一样，就特别打得到。因为记录员的普攻刀其实很长，对，跟黄金这一个距离。这边的话抓律师，抓律师。哎，哎呀，放歪了，好像放哪去了？哎呀，放歪了。鱼子酱有点紧张。没事，放歪了，再绕两圈。不是间谍吗？快让他发力一下。鱼子酱要好好打呀，今天请过来，对吧？因为我想好了，我请马老师，我请阿星。但是呢，两位都是绝活，我想要找一个全能型的来帮你们弥补一下这个角色池，然后想到了鱼子酱手里面东西多，但是不知道他打的怎么样啊。他那天跟我说他的大帅，我能不能来打一把歌剧，他最近歌剧熟练度很高。好难受啊，抓律师。空着技能再打两拳。哎，律师是不是你也要投友？好好，哎，可以，看他来了。没事，如履平地，应该是打不是什么效果。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但是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待会儿会面对一波击球手和勘探员的合力夹击，估计中间会打一波，因为这毕竟是四黑嘛。双人拷打来了，跳一手针对是吧？没事，外面大夫说你们好好打，快乐是你们的，啊，休息是我的。来正，有没有直接恐惧政策交对面做人正。哎过半过半了，哎呀， S2 大副过半秒就血断，哎，然后 S5 击球手，但是这律师不好打，进医院了，现在律师追不上了呀。追不上归追不上吧，但是节奏还可以。对，他如果说他只是追的有点吃力而已。现在的话，我觉得勘探员和击球手就要过来全力保了。对，就让大副一个人修机，然后看能不能打出一片天了。因为他们不能做，他们不能减员的，他们减员就没法打了。后面再倒一个人，人挂上三人残局就四转脸。挂这个三个人都挺文盲的，对，修不太动。完了，哎呀，狼心似铁，给我的自信，打一个根本不怕。啊，不对，要点记录。我感觉下一波击倒可能在这个闪现。看这波，不至于吧？但我感觉他们的这个板间交互的配合好像有点……勘探好像走了，打的有点少啊。击球，不好跑。击球这个弹性，板子被修了。哎呦，好！哎呀，哇，感觉这记录员的刀砍的是正常。是嘞。实名羡慕，我觉得他们打记录员的经验不是很丰富。其实这个局就得是记录和勘探就全程保这个律师了，就不能走的。人类有个问题啊，现在是记录员减员了，然后他现在还能续上节奏。哎呀，没人休息了，他一整排没人能休息。我鱼子酱好猛啊，他不能上来第一把一月四抓了吧？我今天吹了这么久，对面有多猛多猛，四个 S 牌子，然后他们拿出了他们的最强阵容上来被鱼子酱四抓。你强就你强，不懂吧，大帅？这是打信息差，记录员这个技能不知道，打信息差赢的。哇！我的个！那记录员也出了两三年了，感觉。
对呀、啊，这勘探员，现在一整台大护刚过去补，这个人得卡得很死才能救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机子全程被锁。对你这机子，关键现在机子修不了呀，现在没法修。而且这勘探员怎么救这个人，还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哎，哎呦，哎呀，完了，记录员这个刀有点长。一个飞轮，一个磁铁。对。哎呦，还想挥这一刀。还好，后面电机好像封了，大副呢？对，再吸人救下来，最后一口气了。哎呦我去！哎呦，击倒勘探员都可以，先挂他也可以。还可以的，其实都行。这边我觉得挂了也可以，因为大副修不动，修不动，全程被锁机。这机球更不可能过来救人，一个上挂飞的，他得跑得远。那怎么办？大副过来救，大副教自己的。开始痛苦，大副过来救又没人修机了，现在船上很尴尬的情况，人类不太好处理了，只能一手机枪手能无伤救人了。无伤救人，这不会，应该是无伤，应该是无伤，无伤了。但是问题不大，打手机枪手的针对刀三八飞，还是非常成功。哎呀，好，哎，拿走了，节奏不断。嗯机枪手这边还能有一颗球，哎，漂亮！哎，但是用处不大呀。嗯，主要是那边的机子修不完。对，又变成了一个快翻幸运儿。快翻幸运儿，爆发手，还没事，还有一颗球。哎，这边，嗯，鱼子酱带我们走向胜利。鱼子酱，鱼子酱先下一层，现在的话就每人一碗拉面已经拿下了。鱼子酱请两位一人吃了碗拉面，待会儿哎，鱼子酱今天我们各种调侃他对吧，让他好好打，待会儿输了怎么办，结果他上来一个四抓，万一你们两个没有四抓怎么办呢？哎，两位老前辈到时候什么都不搬了，这肯定是阿信背锅。哎呀，二弟刚刚抢我手机了，不关我事儿。我刚才触手在操控我讲话，我什么话都没讲。对呀对呀对呀，二弟干的。关键是下一局是对面选图，他们一定会选一张你们不好打的图。哎呦，直接投了对面，这就是威慑。医院已经没了，医院没了。啊、哎呀，鱼子酱厉害呀！上一局医院已经没了，好霸气、啊！好霸气啊！进来医院已经没了。阿星这把厂长，我个人是不太看好的，因为他们知道阿星要打厂长，然后这套阵容的话就是。三个飞轮双弹呢，阿星抓谁都挺难的。记者这边，哎，没有一个人有大心脏啊。我嘞，哎，真的一个大心脏都没有。我刚刚以为我刚没有留意记者的天赋，看了三个飞轮双弹，天字天赋啊，直接打算六到死了。哎，四个人凑不出一个大心脏，还两个，好像三个双弹飞轮。对，三个双弹飞轮，然后一个双弹加薄命。阿星这边抓记者。可能是知道你会来抓记者吧。厂长杀记者也不太好抓。对，嗯，不过这把阿星有点求稳的，他是这个带了张狂。这个二弟看着好像不是很智能。这个二弟。好，先来一刀。一刀呀，哎呀，哇呀，好亏啊！这记者一个反走躲掉了。昨天我们这边来了一个国服 SE 记者，他那个娃玩的是真好啊！阿星交闪吧，直接闪过去打。对，哎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没飞轮，没飞轮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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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打到就行，能打到就行。然后这边丢娃上火，看看能不能秒。对对对。这边对面人类手撕还是有机会的，对对对，他如果说能够在三台机的时候完成击倒呢，其实穷者也不是特别好打，因为他可以手引嘛。对，对面的这些角色都不太好救。对，但是这个记者现在感觉又活过来了呀，他，哎哎哎哎哎，看看，哎哎，漂亮，这波。摸了一下娃娃，然后他自己的娃娃帮忙卡板子，阿星有点痛苦啊。趁着现在赶紧去投积分。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。现在这记者还有一个娃呢，不好杀呀，难受啊，劳心。有种要舞台的节奏了，但是记者没有答应到，对，他们不应急。哎，四人开门战。对对对，四人开门战应该是奠定了。
劳心有点难受，但是毕竟四个人都没有大心脏，所以说只要形成击倒就还有机会，只是你要翻赢可能比较难。是的是的。哎，他选择空场去了，这边的话人在为记者翻道具，直接选择换杀了。记者跑远，重新开始杀。要杀这个律师手上没有东西的话有点困难。摸了个啥呀？他摸了个香水啊。不知道，翻出来没看到。我赌是半个翻出来，翻出来这鸭子是什么东西啊？鸭子我没看清楚，你刚刚看求生者的是吧？我看了，我看了一只鸭子。看错我。来追一刀啊，是个香水是吧？阿星可能是想要把存在感刷到二阶吧，但这样子的话呢就给外面求生者留了一个薄命啊。你抓记者把薄命闷掉其实还是蛮关键的，你给他留个薄命，四人开门价优势在我，没有关系的。是吧白老师？包的包的，阿星后台私信给我说的。我感觉阿星自己现在都已经汗流浃背了，人家现在腾着出一只手给我打字，他现在非常从容。记者这边手里还有个护臂，感觉阿星走远了，我也感觉阿星走远了。他如果一直追记者，主要一直追记者，其实外面除了翻道具啊什么的，他也难打。哎，这一看，这三个人没一个人回血的。开完电机之后，三个人全是残血。哎，全是残血。丢完往回拉，这边换不换呢？哎，看到记者了吗？对面的这个沟通很好，开始直接把厂长全部。他主要有个律师在呀，律师在四黑里面可以爆点，爆很多信息的。主要我感觉还是天武厂，他们知道是一个厂长，他们就是让厂长直接抓不到人。对。这里的话，再换吗？没事没事。那边有二弟守着门，但是那边人比较多。先守门，这边求生者门点的还不是很多，还有一点机会，看能不能形成击倒。但是再拖下去的话，就可以补状态去准备记者的搏命了。是的，挽留快结束了，再飞过去。哎，又闪现。我感觉他们记者就算真的那什么摸好了，也不一定敢救。哎。记者真的摸好，他们如果能三跑肯定三跑走了，但是比如说这个局阿星比如说挂上人以后再回头打什么的，在来回的拉扯过程当中，这个记者就有记者的护臂怎么弹掉了呀？弹护臂弹门了，直接用来弹门，他感觉应该是能走了。他这边一个拆娃的，对红娃没了，那边在拆娃娃，然后闪现又交了，应该是三出了。阿星这一局说实话全在赶路啊，连手椅的机会都没有。没事没事，这要是马拉松比赛你就是冠军了。尽力了。我说开局老先生那边赶了先知。哎，这个先知没有带飞轮双弹呢，反而是勘探员好像律师是飞轮双弹。树的律师还在蹲，跟触手没拍到。麦老师这边冲，哎呦，很敢呀，麦老师。哎，这种就真的就是属于是对于对手的一个判断了，你也不能说是什么就操作什么的，就是赌到了这一手，万一被砸个板子，我感觉先知还能吸他三分之一只鸟呢。差不多，那狗咬人家被秒了。出手直接拍吗？拍飞轮顶。哎呦，飞轮顶。但无所谓，这个距离拉不开啊。再挨拍，先知顶鸟。还能再咬一次。哎呦，这只狗咬了三口，先知等于说。交了鸟，交了飞轮，然后最后还是持刀。哎呦，好惨！勘探员来，什么人来救？勘探员来保。这把两位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麦老师也就保平真胜，真的。局面上面来讲，看上去他打得非常好，但是倒在墓地，干扰不到机子。守墓人这边过来，哎，守墓人双倒了呢？
不是守墓人现在不救，他是没有打算卡半救呀、啊。我这么稳吗？不救了。哎，这么来的就要保平了。哇，他们说麦老师，这黄英之主我去救了，万一吃个双刀给他赢了。但我不救你就没办法抓我节奏啊！等于说这波不救在排位当中肯定是不可能的，只有在比赛或者说就是像我们夜宵杯这样，已知对面黄衣之主的实力，然后呢感觉场面上面就不太招得住啊！追一刀双挡有没有？套个黑圈，套个黑圈，守墓人这里应该不太会给机会吧？待会儿先知岛的时候会找到，对对对，就看先知岛的时候，先知这边在飞天前看一眼自己的队友，看看躲掉躲掉、哎、没什么问题，嗯，在防在防。那麦老师还真没什么节奏啊，不过这把好像没记错是勘探员和律师是不带大心脏的吧，如果说没有大心脏的话，麦老师传送落地秒个人已经拉开了，这律师跑到好远，然后再来触发个韦伯，哎呀、啊！扭，哎，好兄弟！这二弟，你看看人家，看看人家的触手，二弟好好学学。但会不会是这个律师故意吃的这一触手呢？内鬼发力了，对，内鬼发力了，内鬼发力了，内鬼，哎呦，内鬼还有。内鬼不是内鬼是这样子，这波飞轮就是告诉麦老师，麦老师你看、啊、我没有大心脏，抓我，针对我。麦老师你看没大心脏？对，看到没有，麦老师我没大心脏，对吧？待会儿你针对刀打在我身上，我也没什么话可说。麦老师再拖个传送，我感觉麦老师一面出来了，三抓了，嗯，触手上桌吃饭，对，这波触手很关键，48秒，技能很开的，触手打的，对，关键这律师现在没有牵制力了呀。看看也没有大心脏，哎，对，看看也没有大心脏，你救不下来，救应该能救吧？对吧？黑了必须的。看探员应该要吸引一波吧？这边管，来来出，打你一刀怎么地？你亮，只能亮了，只能亮25秒。哎，这边，来，喂，飞轮没按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三抓了，守门人要不回个头，那只能回头了，因为我们这个局四抓跟三抓没有区别，所以他们应该会来拼一手。守门人手里还有铲子呢，白老师这边有传送，哎，这个车传过来交铲，哎呦，这一刀打椅子了啊，不对，打那个打铲子了。那这勘探员现在有点强，有磁铁有飞轮，守墓人这里，不过守墓人救不了人，守墓人救不了人，守墓人得去点门。守门还行，三抓，还是三抓的，嗯，也行啊。律师那边救不了，总不能让勘探员要走了吧？那不至于吧？他有飞轮有磁铁呀。哎呦，这波磁铁交的不错哦，距离挺远，飞轮再多个触手，哎，可以，但是门点不开，门点不开，门点不开，哎，门点不开，麦老师这边先一刀抬一个，麦老师好稳，快等一刀，二挂是吧？对，这个是二挂，啊，怎么的还是有点机会？蛮有机会的，等一下。有机会走地窖、哦，有救吧，他手里还有个小铲呢，不救，守门人说尽力了，不要了。那队友是你最亲近的人啊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这一把我觉得就是那个触手，二弟的那根触手，就这根触手是麦老师的制胜点，他打到了那个律师，没有那根触手，啊、其实这个局还是偏平的。麦老师想把骰子变成狗子，还有根铲子呢，三抓了，看没有？